咁啊，呢、這個單位入嚟就上下鞋櫃啦。咁入到嚟右手邊有個呢、這個房都有七八十尺，唔止啊，成百尺噶啦。咁啊，個廳長方廳。这个露台，今天另一间房是做了书房，这个是三层，今天这个就厅。其实第四层也有第四层的好处，看园林看得很好，也很舒服，院子里头也。今日有個客廁，有個企缸，主人房，就工位。这地方是那个啥吗？今日主人房透气。咁有個企缸，可以啊，你打算用一个照顾那个，他到时候把。